噔噔，老师你看。你，哇塞，太有趣了。大家好，你好，你是谁？阿思思。阿思思，我是谁？爸爸。我是思思爸爸。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史莱姆的做法。史莱姆又叫鼻涕虫、鬼口水，那我们就是采用史莱姆的叫法。那做史莱姆，我们准备的材料有量尺、温水、然后搅拌棒。量杯，浇水，然后硼砂，还有装硼砂的容器，这样就是准备的材料。好，现在我们开始进行史莱姆的制作。首先，我们做的比例是1:1，就是冷水100，然后浇水也是加100ml。然后用搅拌棒搅拌搅拌，主要是稀释它。然后我们把刚刚搅拌好的胶水跟冷水混合的倒到这个另外一个容器里面。然后现在下一个动作，我们要用量杯，要洗干净哦，擦干之后要加那个热水100ml，然后再加硼砂，就要用到刚刚的茶匙1/4茶匙，平匙1/4茶匙的硼砂，加速硼砂溶解，让它不要产生颗粒。好，那就把搅拌之后的硼砂倒进刚刚的那个冷水跟胶水里面的混合，然后继续把它搅拌搅拌。如果不会粘手的话呢，你可以摸一下就快好了哦。有曲吗？有曲。好，有曲。有曲吗？哇，这就是已经做好的史莱姆，哇，好棒哦，好有曲。老师你看，捏捏，你看，咚，你用咚。你看，太有趣了，真的很好玩的，我觉得真的太好玩了。老师，你有没有觉得好玩？哇，这次的史莱姆真的太成功了，往后我们也会再持续制作史莱姆的相关影片哦。然后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如果要持续订阅我们的频道呢，请在这边，我们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下面是我推荐给你的影片。如果你是用手机观看的话呢，记得下方还有订阅哦，帮我按个订阅吧，谢谢大家。老师跟大家说拜拜啦，拜拜，谢谢大家。